나를 부르네 calling 헤어나올 수 없어 제발 homie 내 인연의 끈이 있는지 기다린 네가 맞는지 가슴이 먼저 왜 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내 안에 숨겨왔던 진실 나의 두 눈을 감으면 떠오르는 그 눈동자 자꾸 가슴이 시려서 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我是摩登兄弟 刘宇宁 欢迎各位 이제 깨어났으면 今天宁哥好帅啊，就哪天是差了一点哪天就是直播时候看起来就是稍微差了那么一层，你告诉我，我直接给那期回放删掉啊，好不好？你到时候有什么宝贵意见你们都提出来啊。说宁哥好像瘦了，我瘦肯定是没瘦，嗯，就还那样，嗯，估计是很久朋友们没看到我了，有点就是有点就是思念过度，有点。不是有首歌叫《思念是一种病》吗？你们就是你们都有病。헤어나올 수 없어 제발 homie 내 인연의 끈이 있는지 기다린 네가 맞는지 가슴이 먼저 왜 내려앉는지 내 마음속 깊은 곳에 네가 사는지 我说今天很立体，上次你看你上次直播没赶上吧。我直播间的灯光升级了啊，这个直播间灯光一升级，然后我把那个摄像头调了一下，调完之后呢，就进入了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清晰的模式，有点这种的感觉 ，3D 的那种感觉，哎，有一种 3D 的感觉啊。有朋友说是，有朋友说我们都有病，是我大夫吗？叫我刘大夫啊，刘大夫。有朋友不说了吧，相思病嘛。相思病啊！我的天哪，你们是嘴巴甜的啊！你们说宁哥，我今天生日啊，生日快乐，这位好朋友啊！祝你这个生日快乐！哎，这怎么有个这么长的头发啊？拔掉它，对吧？啊，刚多了根毛啊，又一根，再变出一个刘宇宁来。对，今天我就提前预告了一下，我说今天直播可能是因为今天可能收工早一点，但后面就未必早了，而且后面我们就转场了，就不在横店拍了，我们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了，那可能去那个城市之后呢，未必能直播了啊，因为那个设备啥的我也会带的，但是可能播的不会那么频了，然后呢到时候反正可能是不太能播了，然后而且这个月我比较忙，欠了好几首 OST 还没录呢，本来今天是收工早去录 OST 去，结果今天嗓子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没去录歌，我就想说那选择嘛，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这个直播，第二就是录歌嘛，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状态不太好，也别
别录了，就是直播跟大家唠唠嗑也行，明天我还挺早的啊。现在也不频，是我想我看了一下，上次播好像是八号吧，上次播是八号，也就是十几天前播的，是吧？我不太记得了啊。现在我保证一个月能播两回嘛，播两回就行。嗯，人不都说嘛，都说那个刘宇宁家粉丝这个这些粉丝是因为看刘宇宁直播，所以号的那个什么号的这个属性比较高。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所以说咱不管它是真是假，咱就播啊，咱就播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呢，也欢迎朋友们，也欢迎别家粉丝来看看我直播，好不好？瞅两眼你那个号也是可以的，朋友们，咱们弄了一下啊。Cheers。刚才那个拿的姿势不是特别优雅。哎，咱们家主打就一个陪伴，主打一个陪伴啊。有朋友您哥我周五过二十大寿啊，别胡说八道啊，二十岁就算大寿了，这不太吉利啊。你别以为你好像这个玩笑很幽默，咱们这个不太吉利啊。20岁不算大寿啊，就刚刚属于就是刚刚出生的小朋友啊，就是后面的日子还长久呢。你把感觉好像是过了20岁就好像很难似的，别瞎整啊，别瞎整。嗯，我们说句实话，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我每次直播完对于我拍戏都有一些影响，真的啊。我每次直播完拍戏都有影响，以前我不知道，但有最近就是拍戏的时候，我比如说我今天播完了，第二天我去拍戏的时候，我那个台词就是很难说成普通话啊，很难，很就是我的台词，就平时拍戏的台词就很难说成普通话了。我记得有一天有一句词是那个什么，说那个要不你到我屋去睡吧，啊，我的屋子里，那屋那我那个屋子里炉子烧的比较旺。结果我跟人说词的时候就是，要不你到我那屋睡吧，我那屋炉子烧的比较旺。啊。有朋友说还是普通话不扎实，那必然的，对吧？咱们就活到老学到老嘛。因为毕竟我是之前是普通话特别次的一个人啊，因为我是那个东北人，而且我们东北人就是我们丹东的方言就是平翘舌部分啊，是和四部分，所以呢就是在普通话这个地方，我在我有限的时间内能下的功夫已经下了啊，就是其他的时间就也干点别的事儿啊。所以普通话也是学到活到老学到老嘛，永远都会有进步的空间啊，这样比较好。嗯。其实一样的，我不知道很多朋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比如说他是四川人或者是长沙人或者是就是天南地北的吧都有。比如说你在经历一个环境当中去说了一段时间的普通话，然后你可能觉得自己普通话很标准了，但是比如说过年你又回到你老家，回到老家的时候，然后跟家里人去聊天的时候，可能在家住了半个月，你再回来你的普通话就会差一层，
所有的语言都讲究一个语言环境啊，讲究一个语言环境。你难得，比如说打个比方，你是一个这个南方人啊，然后你的宿舍里呢有一个舍友是东北人，其实你会潜移默化的，你的口音当中也会被东北话所感染一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所以呢，没关系啊，就是所以说普通话这东西我还是会继续练的，放心吧啊，因为咱这块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卷。有朋友说山东人啊，啊，其实很，因为我直播的时候真的是刻意的去说家乡话啊，就刻意的说一些就是有一种东北话的一个方言，包括我去录综艺也是啊，但是我拍戏就正常的普通话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直播的时候说那个家乡话的时候会有亲切感，而且他那个东北话的语言里就有一种幽默感啊。哎，就是莫名其妙有一些幽默感，所以说就是直播这个东西吧，就是讲究的就是一个接地气啊，否则我也不是在这给你俩就是宣传我的新专辑呢，或者我有什么电影要上映了，我在这来给你来弄一下，没有啊。有朋友说普通话直播吧，我就不了啊，普通话、啊、别直播了，我就是故意，就是咱们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玩的就是一个落差。很多朋友可能他没看过我的剧，但是他看过我直播，因为他总会刷到一些小短视频呢、啊、或者也好，或者在微博上刷到我的直播看两眼，一听这小伙说话怎么一股大撒味儿，小伙说话怎么一股海蛎子味儿啊，然后到时候如果在剧里边他看我演的角色，他一看，哎，这好像没有那个味儿啊，好像他就能有一个人剧分离的一个状态了啊，他就不会把那个剧里的那个我演的那个角色当做是我直播的这个刘宇宁了。所以这是我故意刻意要做的一个反差。嗯。So tune in and fall away. I'll never be so made away. No, nobody but me can keep me safe. I'm on my way. 哎，咱们家主打一个反差，就好像什么东西到了我们家都是主打啊、就是我们家今天主打的菜肴是什么什么什么。正常都是这样的嘛，比如说我以前干过那个饭店服务员，我在餐厅里做过服务员嘛。其实呢，比如说有些客人来到你的饭店点菜，我是做服务行业的，给人点菜嘛。然后人说那个你们家今天这个有什么推荐的菜啊？基本上服务员给你推荐的菜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他们家主打的菜，那确实就是厨师做得好，也是比较。比如说你去吃那个吃这个什么什么，随便说一个吃那个。哎，我不是厨师吗？怎么为什么脑袋一个菜都没有？啊，比如说你想吃杀猪菜啊，你想到这个饭店，因为这个饭店就叫东北杀猪菜。然后呢，你去了之后，人问你家主打什么，你肯定要推荐这个杀猪菜嘛，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有另一种推荐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家后厨有什么菜，马上，就是比如说昨天这个进了二斤牛肉。这二斤牛肉如果今天不卖出去，晚上就坏了。哎，就是这个牛肉如果过了今晚不卖出去，这个牛肉就废了，就是吃不了了，口感就差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会跟客人推荐说，今天哎，我们店今天推出了一道新菜啊、叫做杀牛菜。当然也不是了，反正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牛肉推荐出去啊，就是其实这也是牛肉啊，就把这个。是的，所以说就是无论什么东西推荐给你主打也好，是我们想要去推荐的，而并不是他真的是主打啊、所以咱们家主打一个反差，也就是当下所用，后面主不主打这个也无所谓了。嗯，小波说你贴双眼皮贴了吗？啊，没有啊，哎，贴没贴？没有。
啊，撕下去了啊。有朋友，什么叫杀猪菜？杀猪菜是我们东北的一个特色菜，就是猪肉，猪五花肉炖酸菜，然后有放粉条的，有放豆腐的，然后呢有放这个血肠的啊，不一定。哦。有朋友，宁哥，你最近这个双眼皮挺明显的。我确实没去拉双眼皮啊，也没去埋线啊。最近呢，我有的时候不仅双眼皮，我早上起来拍戏都三眼皮呢。前两天就前两天连续两天早上起来去拍戏，人一给我化妆说：“宁哥，你这眼睛怎么了？昨晚哭了。”我说：“是啊，网上有人骂我丑，在家哭呢。”哦，那你以后少哭点，因为你哭完之后早上起来你这个眼睛三眼皮儿，啊，三层，就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也没哭了。当时就说那个逻辑，就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估计是年龄大了，眼皮松了。哎，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年龄大了，确实年龄到这儿了，这个眼皮这块确实是有点塌了，然后容易就是散眼皮儿。哎，你说我。有朋友说：“宁哥，你最近这个卧蚕也比较明显啊，纯纯眼袋那是啊，纯纯的眼袋和黑眼圈跟卧蚕没有一毛钱关系啊，跟卧蚕没有一毛钱关系，纯纯就是这个眼袋。为什么你现在看不出来眼袋？因为我开了高度美颜，哎，现在我这个磨皮已经开到了100，就是你看不到我脸上任何的皱纹。”包括黑眼圈都给这个磨皮这一块都给磨平了，磨平了你的岁月的棱角。嗯，因为我开了美颜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有朋友，宁哥，你嘴秃了。我嘴倒也没秃了。你不能拿我当猴耍。我可以，朋友们，我是这样的，你们在场，我相信在场看我直播的朋友不是我的粉丝，相信也不是恨我的人吧，相对也是友善一点吧。有一个问题是，我可以自黑说我老了，眼皮耷拉了，塞眼皮，但你们不能就是开始顺着我说我老了，眼皮开始耷拉了，脸上有皱纹，然后有黑眼圈，你们开始说是你那个嘴也开始秃了，咱不带这样事儿的，好不好？我可以自嘲，但你们就是纯嘲，就属于人身攻击了，啊！我是为了取悦你们，让你们开心，让你们放松，我就是正常，我开开玩笑。你们不能就纯当真顺我说了，你们属猴了呀，给杆就爬，啊！咱们人家粉丝都是这种的，都是这种的，说哎，我最近觉得自己好像是又胖了。然后呢，他们家别人家粉丝都这样的，不不不不不，你在我们心里你最瘦，你就是瘦成一道闪电了，你在我们心里是最美的。那我们家粉丝，我说我以三眼皮耷拉了，眼袋出来了，你就在我家粉丝说是你嘴都秃了，你嘴都跟猴似的了。个大飞酒。有朋友，宁哥，你头发都少了，我给你打嘴巴子，你说我头发少了，我现在是欧莱雅美发代言人，别给我瞎叭叭啊，给我代言给我整掉了，给我。So take aim and fly away. I've never been so right away. No, nobody but me can keep me safe. 咱这块是巴黎欧莱雅美发代言人，你说我头发都掉了，
有朋友说，哎，我跟你说，你平时说也就罢了，但你现在说有朋友容易信，为什么呢？因为这阵我直播总在假发，这个可信度就高了。就是有朋友说，哎，您刘宇宁好像头发掉了，这个时候有朋友说，好像对呀，他最近直播全都戴假发，难道说他秃顶了？哎，有这个可能啊，你这样容易就影响我商业价值。你别给我瞎弄啊！假发摘了，证明一下。我就不，有些东西需要证明，有些东西就不需要证明，清者自清。朋友，宁哥，你脚完全好了吗？哦，这个应还没完全好，肯定不可能，那骨头那玩意儿得长。现在就是骨头基本上是没有长歪，然后那个软组织已经就是软骨已经连接好了，正常行走没事啊，正常行走是已经完全可以正常行走了，但跑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疼啊，跑的时候会疼，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打戏，比如说踩到石头了那种会硌脚底那种就会疼啊，就是但正常行走已经正常人了啊，正常人了。有朋友说毛雪旺提到你了，我看到那个视频了啊，那个视频说那个好像跟那个谁跟那个毛不易说，那个你听说过那个大喜搭配组合吗？然后毛不易当时一愣，我说啥意思啊，说啥意思，但是我估计啊是外边那个工作人员提醒他了，提醒他故意说，哎，先停一下啊，那个哎毛不易老师啊，是你跟刘宇宁那个，咱们把就是你跟刘宇宁组合，网友说是大喜搭配组合啊，好了，好 ，OK， 我们继续录啊。这个时候毛不易说：“啊，你是说的是我跟刘宇宁那个是吧？啊，那个也是啊，哈、啊，就他不知道，一看他就懵了，一看他就懵了，一看就是旁边工作人员提醒他的，啊，然后当时李雪琴不接了一句啊，宁哥，那宁哥那个啥，叫宁哥来玩。”但你说巧不巧，当时我在看那条视频的时候，李雪琴站在我旁边，我当时打就是这个他们打开微博给我看的时候，就是说李雪琴和那个毛不易录节目，当时我看那个视频的同时，李雪琴站在我旁边、嗯、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啊。我说好像说你在现场似的，我估计是，我估计是那么一个东西啊。你们说，所以你要去是吧？是我后期没事我就去玩嘛。他们也先跟雪琴拍一段时间戏了，包括跟毛不易也挺熟的，所以没事就去嘛。他后面有空就去嘛，对吧？也没有说有没有空，没有空抽空去。哎，这是什么？朋友。繁星流动迷你同路从不生息、音乐太大声，音乐声音大吗？朋友们你们觉得音乐声音，就是我故意，我有的时候就是直播我就故意把这个音乐声音开大点，毕竟咱这一块不是上网课，哎，咱不是说就上这个网课，然后这一块就是需要你就是这个有点大呀，那对不起，我刚才应该没调那个输出的东西，对不起，嗯，我的问题，把这输出调小点，嗯。Sorry 啊 ，Sorry 哥。
怕你们有这个任何的难受的地方，就希望看我直播嘛，都是开心一点，人声大一点啊，嗯，我就不，我都说了，今天嗓子状态不是特别好，有好的话我就录歌去了。对，然后最近我上了几首歌嘛，啊，上了几首歌，一个叫做那个朝暮啊，朝暮是那个九霄寒夜暖的一个 OST， 最近 OST 也是上了不少，啊，一个剧叫做九霄寒夜暖，然后呢，那个我在里边唱了歌叫朝暮，也挺好，也挺好，那剧也挺好看的，我确实也看了，啊，那剧我看了一点，然后抽空的时候看了一点，也挺好看的，所以朋友没事也可以去看看这个，九霄寒夜暖。我在里边唱了首歌叫朝暮，嗯，然后呢还有一个戏叫做春闺梦里人，哎，春闺梦里人呢我在里边唱了个 OST 叫做长香诺啊，这几个歌我都挺喜欢的，长香诺，然后春闺梦里人是那个林雨熙啊，嗯，对，当时我还记得我当时刚录完那个歌，然后去长沙录什么节目，还碰到丁禹兮了啊！然后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们那个，你们那个剧我唱了个 OST， 然后还他挺好，还跟他聊了一下啊，那个剧我觉得也能火啊，不错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朋友们，然后最近没事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啊，有个电影叫做《望道》。啊，望道，然后我在里边唱了一首歌，然后呢也是比较和那个卡了吗？好了好，对，望道里边唱了个歌，也可以没事去看看那个电影，叫做望道，还不错啊，比较看完就还挺振奋的啊，可以去看看啊，嗯。안에 숨겨봤던 진실 나의 두 눈을 그리고 人声太小了，人声小吗？我这个麦克风都快塞嘴里了。哎，好了，哎，不小吧？呱，哎，我还行，不小啊。真的是啊，对，我今天那个开播之前，我干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啊，我把我所有这个唱过的歌的伴奏都拷到电脑里了。我之前答应过你们，我说把那个伴奏拷一拷啊，今天是终于是拷齐了啊，但有一部分是没有的啊，有一部分是没有的。我刚想唱一个那个什么，结果没有，唱一个那个我上那个江苏卫视唱的那个歌。叫做什么来着？那个我都忘了。好大的事儿，是我都给录了，不，都给录了，都给把那个伴奏都拷过来了。唱一个，我选一个吧。嗯，笑，哎，那个叫笑红尘。哎，这好像是没有那个伴奏啊，应该是没拷进来，就是。当我自己唱的歌基本都有啊，基本我自己唱的歌都有，看看啊，我看哪个唱一下，一爱如故啊，一爱如故我从来没有唱过现场版啊，
是这个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我那个我得上网搜个伴奏，等一下啊，不是上网搜个歌词。太过顽固，让我选择去救赎。哦、oh, ，OK， 好、oh. 。哎哎啊！嗯，哎，哦，这歌不知道能不能唱成什么样，我第一次唱，第一次唱现场，嗯。有点紧张。第一句唱错了，感觉不是我的歌，再来一下，对不起。命运太过顽固，我唱的太过残酷，那是两个概念。果然是没唱过。选择去孤注，用力付出全部，却换来铭心刻骨。需要多少爱的风度，才能义无反顾？兴奋声碎骨，也不能虚度。爱已坚如骨，用尽一生去投入情入，问情为何物，逃不过世俗。不害怕被孤单去放逐，在天空飞舞，只要你能够幸福。我这么难唱吗？贪图早就不够去救赎，用尽全力功夫，就不怕铭心刻骨。需要多少爱的风度，才能义无反顾？心粉身碎骨，也不能虚度。投入心中，问心为何物，逃不过世俗。不害怕被孤单去放逐，在天空飞舞，只要你能够幸福。
Shut up.这歌这么高吗？没事，回头这个有机会再给你们唱啊。哎，永和宁哥原唱唱的不如你，也没必要拉踩。咱们家这块就不拉踩，咱们讲究的就是一个知性。成说，你愿意？我看看有没有啊？我觉得这些歌能给我唱死，这个容易给我唱死。是这个是吧？嗯。来啊！反正今天伴奏都考了，我下次直播给你们好好唱。我今天这两天确实是那个，确实嗓子有点那个有点累，感觉特别哑啊。行，今天不唱了，我这个伴奏给你们攒了啊，攒了，然后回头咱们哪天状态好了啊，给你们站着唱。好不好，今天就这么地吧啊。看不太动。因为这两天拍戏总跟人吵架。啊，吵得嗓子哑了。有朋友说微博之夜唱歌吗？嗯，别瞎打听，什么都是你要问的吗？人家微博之夜准备那么久，就想给你个惊喜，然后当时我这边惊喜给先惊了啊！别瞎打听啊！有朋友懂了，你懂吗了？有什么可懂的啊？你出去不懂装懂。有朋友说宁哥，你去微博之夜小心被淹压。啊，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真的关心我，还是说就是在这地方就是来的我俩冷嘲热讽来的。就你的意思说
宁哥，你去微博之夜小心被人艳压了。不是压我这件事不挺正常的吗？现在不是随便拉个人都能压我一下吗？没事啊，我咱们走的这块呢，咱们家就是怎么说呢？艳压是肯定会被人压得死死的、透透的。这个地方咱这块不挣扎啊，咱这块说从颜值这块出发的话，我从来不会挣扎啊。你说我长得丑吧，那肯定不至于说丑，但你说跟人比帅气，那肯定是略逊啊，不能说略逊一筹吧。啊，就叫人压死死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是正常。咱们家主打就是一个艳压啊！听说我家粉丝都要艳压我，你想想，好像我在这个行业里是一个最好压的一个人。就是现在其他艺人压已经不行了，感觉就是我已经不配被其他艺人压了，粉丝来压我，被粉丝艳压了啊！行，我看看到底是怎么那个艳压法啊？行吧。没有了，因为微博之夜呢，就是一个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活动啊，好多这个比较熟悉的人都去嘛。然后有很多朋友，有很多这种就是其实说可能网上没有什么交流，你们也不知道我们是朋友，但私底下都很熟，也保持联系的一些朋友可能在一个活动上相见了啊，会很熟悉的。就看看这个行业里这些帅哥美女们。我自己长得不好看还不让我长见识吗？啊，是不是？就当我反正这次微博之夜我就当去长见识了，好不好？看看这些明星们到底能有多帅，能有多好看啊。人的默契程度叫凶都不用加的，你心里突然有啥没冷冰冰的状态，浪漫眼睛已经看不清前方。有时候宁哥你去微博之夜跟人要签名去吧。上微博之夜，我去微博之夜下，这次我的微博之夜是跟人去跟明星蹭合影是吗？我此行目的是攒齐40个艺人的合影，每次好像带着任务去的啊！我这次呢要准备在微博之夜上找40个艺人合影，然后呢其中20个我跟他要兔签。集齐20个艺人的兔签可以召唤神龙吗？还是怎么事啊？然后有朋友说，然后卖了，也犯不上吧？他是兔签，是兔刘宇宁，有没你卖给谁呀、啊？卖给这个世界上跟我成名的人吗？也没必要吧？他就我也别卖了吧？难道我上微博之夜的目的就是要兔签去了？我的直播是这样子，朋友们啊，因为我的直播就是稍稍微微有一些门槛儿。你好像感觉我这个直播很接地气，但是有些就是没有脑子的朋友是听不懂的，他看不懂我的直播，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好像觉得有的时候他有点迷糊，他以为我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我去微博之夜跟人要兔签这件事，有朋友以为是真的，有朋友以为是真的，而且劝我说：“宁哥，咱没必要啊，咱别那么掉价，没必要。”当然，这样朋友很可爱啊，然后也是很就是怕我丢人嘛。有空来看看，已经被冷落了一身灰，反正也不一定般配，何必喜极必胜？但是这种就是傻了吧唧的事儿，我还真能干出来。啊，咱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跟人玩的不一样，玩的就是变态。有朋友说宁哥
你这个口音配不上你这个发型，我这个发型应该有什么样的口音？你告告我啊！我现在这个发型应该是什么一个口音？行，算了，我觉得这个口音也杀马特嘛，杀马特也不可以的啊，我这有没有配不上，配得上，真的是。我说宁哥你还会日语歌，我就是之前唱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就是学了一些这个韩文歌，学了一些英语歌，学了一些那个就是日文歌好像真没学过，学了一首我看这个有没有伴奏啊？有伴奏，给你们弄一个。为什么我的电脑打不了？和秦俊，还有秦俊爵版本的。
多拉那伊拉克大德嘎，音译嘛，啊，音译的，行，意思得了，嗯，意思得了，纯纯是唱不动了啊。思念化成风，划破了长空，闯进我的梦里。刚才其实朋友那个朋友说了，你的口音配那个发型有点遭罪。我也感受到了，朋友们，你们觉得我这个发型应该是什么口音？你告诉我，就是哪一块的，就是能够就是有一个匹配，感觉这个就是你觉得哪个地方的口音说能有一个小小的匹配，你知道吗？你敢叫的。聚散的正义，离合的定义，那未解之谜。有朋友扎苏音，扎苏音是什么玩意儿？什么叫扎苏音？就是渣男的渣，苏是你的苏。扎苏音是什么？没听过。我搜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搜到这个扎苏音是什么玩意儿。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啊，我就是我感觉有点就是被人淘汰掉了，扎苏音。别刮到别的艺人啊！我看怎么都是。都是些艺人的。什么叫扎？就这玩意儿啊？就这破玩意儿啊，你们就喜欢这个东西啊，就是那种就是就感觉嗓子里藏了一辆拖拉机的感觉，就是就是、这个就是什么。来输一个，原来你们想要的就是这种声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不简单。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然后把我抛弃？你的火眼金睛可以看穿妖怪的真身。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我还没有。原来现在年轻小朋友就喜欢这种东西，这也太令人作呕了吧。这不就是纯纯的下头男吗？不受伤的躯体，迫不及待问你，问你是否留下我的足迹。朋友们，是这样的，就是上次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有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啊，就是很多女孩喜欢这种就是这种酥感的声音是怎么来的。朋友们，我叫在场有很多男性朋友肯定有，你学了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说话的时候用气泡音开头。什么叫气泡音呢？就刚才这个这个叫气泡音。用气泡音开头，然后呢用这个气声结尾。什么叫气声呢？就是比如说叫你好好好干什么呢啊，气声结尾。
所以你想酥死一个女孩，你就用气泡音开头，然后用那个什么，用这个气声结尾。不信咱试一下啊，就这句词儿。哎，我把这个。哎，为什么捕捉不到桌面的这个歌词了？越过了隔壁还是山。朋友们，你们随便给我打一句字，你们给我出一句词儿，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酥的一句话，你告诉我来，我看看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这种的，我给你弄一下，你就知道这种就叫做扎酥音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事儿，我去找一个那种就是那种上头语录，等我一下啊。我有一个问题，哪里可以找到你？乘风划破了长空，闯进我的梦里，聚散的正义，离合的定义，那未解之谜。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然后把我抛弃？你的火眼静静看不出我眼里的犹豫，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我还没有放入手上的躯体。知不知道为什么惩罚你？你最近有点儿不太乖了，不太乖啊。我不期待问你是否留下我的足迹。这是什么？我想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受众群是谁。我特别想知道这种东西的受众群是哪一部分人。我非常的就是抓狂。这什么嘛？这是啥嘛？算了吧。有朋友说，帅哥，请你换个方式。有朋友说，让我换个方式。可是刚才的我，假发都差点掉了。让我再整理一下我的假发。好了，恢复帅气。有人说，让我换个假发。可我没有了，我能带出门的就这一个，买不起了。思念化成风，划破了长空，闯进我的梦里。假发掉了，有九渊就行。九渊那可不是，九渊那个肯定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扎苏音啊，九渊比较的就是爷们儿。当时配那个给九渊配音的时候，那个老师一直说这个九渊这个角色是一个战神啊，是一个战神，就非常的凶猛，非常能打，
而且他是个出家人，出家人相对来说就相对来说无欲无求，所以呢在配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情绪起伏，不会特别大，你会发现他说话都是比较的没有情绪起伏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没有什么就是那种特就是他很难被人带动他的情感调动啊，他是比较一个无欲无求的一个人，所以当时的处理就是让他比较的看起来比较无情。沮丧的正义的定义，那未解之谜。对，因为他是个和尚嘛。有朋友说宁哥你这个假发太出戏了，你要干嘛？你得看戏，你还要入戏，我连续剧啊，不是连续剧吗？还是说电影还太出戏了，你这还行，你进入角色了，你看进去了。那个对，那个九月，那个有朋友说，那个九月穿露背装啊，然后还有朋友，因为有很多朋友知道是我那个配的那个角色嘛，说我们宁哥什么时候能穿个露背装给我们看看？我当时看到那条弹幕，我当时就是一口血吐出来啊。每次就是什么呢，每次就是有的时候像拍戏啊，会拍到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相对来说就是暴露一点的戏份，相对来说暴露一点戏份，当然也没露啥啊。然后当我每次就是拍到这种戏份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对自己说啊，我当然不是说自己有多清高，但是我就是一直会跟自己说，刘宇宁，你混的现在已经需要卖肉了吗？现在属于，你现在就是靠这张嘴叭叭，已经是混不下去，得靠卖肉了，现在，还得露了，还得，我的妈呀！有朋友说什么呢？有朋友说那个，对啊，因为不是有说洗澡戏，对，很正常。每个戏里边男的洗澡这件事不很正常吗？对吧？那男的洗在影视剧里洗个澡不挺正常吗？但奈何我身材一般啊，我身上太瘦了，我身材一般啊。那天我们现场不都有那个什么，有那种跟拍老师吗？有现场那种拍花絮的，当时有一天就是拍那个洗澡戏嘛，拍完洗澡我就上身就嘎就脱了啊，光膀在那个浴盆里待的，就准备要拍嘛啊，结果我们那个花絮老师直接站在我对面。站我正对面，我当时就懵了，我开始没反应过来，然后呢，后来我就一转身要开拍了，我看有个人在那架势，我当时懵了，我说那个老师，咱你不拍了吧？你这有点太带劲了，你啊。就是我在那躺着，就是浴盆嘛，像泡着，然后。不是，问题是什么呢？不是说不能拍啊，就是我要是有那个说有八块腹肌、16块胸肌这一块的，拍可以，但是确实有点拿不出手，我这个身上这个身材却有点拿不出手，所以后来就是，跟他商量一下，让他把那个素材删掉啊。我相信这个花絮老师也知道观众想看什么。
心的黑夜，梦里面不远是要守护的笑颜。睁开眼，你的真相重现，一瞬间无影光是雷电，莫问天真相如何来见，善与恶自是人心难免。两百世纪有情的剑，展现的无情话，风卷落尘沙，回首天地皆变潇洒。我听闻世事都无常，月下点燃一缕。你们别在我直播间聊这种话题好不好？我跟你们开玩笑，你们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还得我花钱买。现在咱这块已经产出一些付费内容了，别给我瞎弄啊！回忆在心河中流淌，生命也难逃亡，柔软了心肠。生来注定的纠葛，毁掉地老天荒，爱为囚笼，恨为枷锁，红尘中流浪。犹豫过多少事没忘量，一瞬之命贯穿心脏。有空我充会员看，没什么可看的。你宁哥没有身材，你知道，不是说人家咔练特别好。你看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拍了一套那种写真，就特别帅气的，我都看到了，我一看羡慕死了。啊，人那块身上块特别好，练的腹肌啥的，你有看的。我这一上来，你就是朋友们，你早上上那个菜市场去看排骨。你上卖这个猪肉的地方，你说老板，你给我看看什么叫做排骨呗？他给你来一扇儿，你就看那个，就是跟我同款，我俩属于同款，啊，好不好？你去当时瞅一眼，你就一样，就身上就很瘦啊，因为就是瘦。风的方向。有人说宁哥我想看看你的排骨。哪怕你是排骨也想看。哎呀，你这真受不了，我的妈呀，我都上火了，吃个柚子下下火吧。来吧，展现你的锋芒，别害怕受伤。家里条件好的那种的朋友们，你要真想看宁哥说看看说看个白骨啥的，家里条件好了，这样式你第二明天早晨你上那个菜市场，你挑最早那一班，那个猪肉比较新鲜，早上去买比较新鲜。你说那个老板，你把这个排骨给我削两屉下来，他直接给你来两排，你这样带着我头像摆到两排排骨上面啊，看一眼，你大概就要什么样就完事了啊。明天真有人这么干，也不至于吧？也不至于啊。行吧，啊，对，今天直播还忘了说了呢，啊，感谢这个，非常感谢这个纪梵希这一块啊，哎，感觉聊到这个纪梵希这个品牌了，感觉瞬间得切换成普通话了，我怕影响人品牌的一个形象啊。无常，月下点燃一缕沉香，回忆在心河中流淌，生命也难逃亡，柔软了心肠。生来注定的纠葛，毁掉地老天荒，爱为囚笼，恨为枷锁，红尘中流浪。犹豫过多少事没忘量，一生之命贯穿心脏。来吧，冲破命运的网，像风的是。然后呢，也是那个开始咱们不是那个美妆这一块咱大使嘛，然后人家没用半年，说就给我升了一个这个美妆代言人，也比较瞧得起我。而且这一次我看好多商铺里都是有我那个照片儿，啊，我看咱家还有朋友去这个打卡去了，我这两天我在寻摸说我离我横店哪个城市，说哪个商场有，我也去打卡去。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
这次看看哪天去也去打卡去。啊，然后人店下线下店铺给弄了好多那种我照片，这好像是，这好像我没记错，应该是除了这个小林暖宝宝以外。啊。然后线下给我弄的这个地广也挺好的，挺帅气的。我当时搁网上一看，我说这图修的真好啊，这可真像我修的啊。那个杭州有是吗？有朋友去深圳打卡，行，我看我哪天休息去趟深圳打卡。有朋友说宁哥那个图片没有你本人好看，没必要。No 啊 No。西安也有是吧？广州也有，杭州也有，大连也有，哦，徐州也有是吧？南京也有，好，反正就是好像他弄了好多嘛，也挺好的。我看挺帅气的照片摆在商场里，我也是挺开心的。当然也感谢人机拍戏彩妆，也感谢咱家很多朋友去买啊，很多朋友就是买完在那就是在里边炫啊，炫就是炫耀，我觉得也挺好的啊，感谢你们对你宁哥的支持啊。其实是这样的，我接合作其实接的比较严谨啊，我接的和商务合作，咱这块我也不是在那自卖自夸，也没必要啊，就是你看我身上的合作就比较少啊，但是你想接的话肯定不止这么少，当然也接肯定没有人家红啊，人家说像人家一接接好多，我也接不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想接的话肯定不止这么少啊。一是我对这个品牌的认可，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人家也认可我，我觉得这那就合作一下，是这样的。而且我是因为很多品牌有一些权益，我是不喜欢拍广告的，不喜欢拍广告，不喜欢拍照，这两样。然后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太想喜欢接这个东西，一年就接几个就行。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再一个我粉丝也没多少，我那么铁粉就那么些人。然后呢，比如说每次我有合作，他们就去支持一下，但是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也不是海水潮来的啊，然后呢，每次说听听你宁哥去买点产品啥的，支持一些品牌，也算给我排面。每次就是我觉得就很感谢这些朋友啊，咱也没必要，就这样的。所以呢，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这儿比较支持我合作这些品牌啊，也非常感谢吧，啊，非常感谢。咳咳2464什么意思？这个梗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梗我是真不知道啊。2464什么意思？我只有2464个粉丝是吧？2464个粉丝，然后只有300个铁粉。这是什么梗？我真不知道啊！我这个存身我是不知道，我知道我就会说了，不是断网了，我这个真不知道。活粉300人啊！哦，主打一个陪伴。哦。线下应援300人，哦，说我们家线下应援最多去300人是吧？他说多了，我没有那么多，我们家一般都去，我上次看是去了，六个，啊，去了六个，啊，重要。所以呢，就是所以我想说，刚说代言的事儿嘛，说代言的事儿，然后也不想接太多。再一个是什么呢？再一个，其实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你宁哥还没太红，你现在宁哥没太红，
等我以后就是有，如果说以后发展好了再红一红，我再去接这些合作代言，不是说人能给的价高一点吗？这个市面上品牌也就那么多，合作完也就合作完一圈了，你说是不是？我都先攒着，先不跟他们合作，等我就是能不能发展好再红一红，给人要个高价啊。现在去那个整的话可能也挣不了多少钱儿。咱们往长远打算，你不能说当时你现在觉得你能接了，呱呱都接了，你以你现在这个咖位，也就是给比如说一个代言给你200块钱，但你以后红了不就是涨到500了吗，对吧？所以咱们把格局打开，咱们玩一个这个长线发展啊，咱玩的是长线发展。市面上品牌值得合作的品牌也就那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都合作个遍你还能弄啥去嗯，是吧？花可以无法实现，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咱家主打一个格局。有朋友说我只有2600多个粉丝，那不少了啊。我在这个行业里混，如果有2600个粉丝，那已经属于一个就大网红了吧，是吧？啊，一个大明星了，算是一个啊。2464，我真没明白什么意思啊！我真是没明白什么意思。2464是啥？啊，营销号说的，说宁哥，我们家粉丝也就2464个，然后那个，线下应援300人。哦，是这样的。哦，那他说的对。我内部这么精准的数据已经被他拿捏到了，他绝对是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人。这个数据是我前天刚刚统计下来，结果就被他盗取走了。嗯，可以，我咱们家没有，咱家活粉就2464个，挺好，多了我也照顾不过来啊，咱家主打一个陪伴嘛，对吧？这个家培养着爱的味道，就是爱的味道，灿烂的烟火。没事，朋友们，是这样的，我就说了，咱们家就是跟别人玩的不一样。我说的不一样不是真的，不是说就是光说、哎、我要跟别人不一样，不是的，咱们的玩法不一样。我真的希望这个行业里就是把我们遗忘掉，就是在这个饭圈里把我们遗忘掉，把刘宇宁这个人遗忘掉。但每每有一个节点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哇，原来刘宇宁的粉丝这么厉害呢，以前小看了他，我喜欢这种感觉。而不是天天在这个网上张牙舞爪的，那个是没，那是长远不长远的一个做法。咱就闷声干，玩自己的啊。你说需要咱们冲锋一把，咱就冲一下啊，你能看到就看到，看不到拉倒。哦，咱就闷声，因为现在确实是没有做。首先呢，我想说，我的粉丝这块我是很有底气的，你们是最棒的，但是我本身没有底气。咱这块没有什么作品，啊，咱这块没有作品，不能称之为作品的东西还没出来呢。你说音乐这一块作品是有没有呢？多少是有了，而且我出道一年就能开这个万人演唱会，很少，啊，也很少，没有几个人能弄，但是我弄了，我也很骄傲这件事儿。所以音乐上这一块，咱不谦虚说有一定的作品，但你说多厉害那肯定没有。但是作为演员这一块呢，确实说没有说能站得住的作品，因为我演的之前演的都是配角嘛，哪怕说有些配角被大众所喜爱，但也是不算是称之为自己的作品。所以等我作品往外弄一弄，咱们就再有点底气嘛。所以咱现在就是闷声就干活，你看我一步接一步的拍戏，我从做自己的光开始，做自己的光杀青完了，第二天进的一念关山，一念关山拍完了之后，正好过年休了6天，直接进折腰剧组。
主打的就是一个卷，不让自己停下来，啊，不让自己停下来，就是啊，累积作品就完事儿，咱就低调的就完事儿了。然后没事我上来给你们直播，陪粉丝唠唠嗑，挺好。其实我这块不用我粉丝操心，说我有没有事业心啥的，然后这个你不用操心。你看你宁哥现在收了工之后在这干嘛，你就知道我有没有事业心了。我现在收了工之后，今天好不容易早送工一天，然后我在干嘛，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有没有事业心这块。所以我会自己选自己的，你们不用替我上火着急。包括很多朋友也在问我说：“宁哥，你后面的戏定没定呀？”你感觉你比我团队都着急啊。我当然后面也戏剧本也来了，往后也在看，在看，去哪个，也不是去哪个，没有就看喜欢哪个嘛，也是在看剧本过程当中。然后呢，我也在想后面要拍现代还是拍古装，因为古装拍有点多了，想转转现代。但是现代如果有合适的角色我再去，没有的话我依旧还拍古装，就是反正就是在考虑过程当中呢，在考虑呢啊。就看角色嘛，看有好多剧本，好喜欢的角色啊，然后就是再说吧，反正到时候有什么剧，反正我拍戏这件事也不会停啊。虽然很多朋友劝我别演了，拍戏这件事我是不会停的。虽然有这个很多朋友是劝我说刘宇宁别演了，但是我妈说话我都不听，我能听你的吗？对不对？我妈从小就要我好好学习，我都没听。你说两句话我能听，我听不了啊，我妈说话都不听。所以朋友也不用劝我啊，不用劝我，叫我别演戏那帮朋友千万不要劝我啊，不用劝我，没有用，犯不上啊。你也别操那个心，别给自己累到啊。咱家主打一个叛逆，任何东西就是主打，也莫名其妙的。咱家主打就是一个叛逆啊，就是一个反骨。因为折腰啥时候上映还在拍呢，一般制作周期都是一年，就是现在在拍，从杀青那一天算起，一年左右就播了。就是一念关山也是，一念关山就是比如说这是过年左右的时候杀青的，那今年过年的时候差不多就播了呗。周期一年左右，包括后期做完了，特效做完了，包括报审，然后再做后期制作配音啊，音乐一跟上，这些所有过审什么之类的，一年左右啊，快的有六七个月就完事儿了。我们听到梦的心跳，这个家培养着爱的味道，就是爱的味道。灿烂的烟火像彩虹划过，多希望能够世界永远停留。只有 surprise。 有人说安乐传什么时候播，我真不知道啊。我说句实话，安乐传我就是个配角，没有多场戏，我就是个配角。然后呢，我也没有那个脸去问人说啥时候播。然后呢，那天有一天直播，我就说安乐传，我说安乐传那个角色吧是个男二，我就演了这个三百来场，三百不到三百三百多三百来场戏，
我当时是口误。我当时我也忘了脑袋，反正没想好，就说了个三百场左右，好像是我忘了。当时是口误，因为我没过脑子，我过的是别的戏。因为我安乐传之前说了是200多场戏，但我那天直播就胡说八道嘛，也就是嘴也没有说思考那么严谨，我说了一个300多场戏，结果后来就网上就出来了，你看吧，你看，男二这个加戏咖他自己就是在直播爆料了啊。虽然我们在剧组里看到这个通告，男二明明是200多场戏，但是他直播自己自爆了，说300多场戏。有朋友说不能啊，通告就200多场，为什么他怎么可能有300？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飞页吗？这个男二肯定导演和制片方给他加了好多的飞页啊，就是这个飞页是不算在这个整个剧本当中的，所以他是一个加戏咖。啊，这一顿就是给他伦理道德都包括这个悬疑给他思考的呀。啊，但其实真相就是那天我口误了，啊，也当然也怪我，让他就是头脑风暴了一下，也累够呛啊，搞得像比演员本身都要了解这个行业，就是头头是道啊。飞页是什么东西？飞页就是比如说今天这场戏，不跟你解释，反正是没有飞页，就200来场戏。我就是。男二骆明熙这个角色，朋友们是这样的，200多场戏，不信你们等剧上映了，你们自己去点去，自己点去。而且我何德何能，首先呢，我何德何能，我是那个公司艺人呢，还是说哪个平台的这个老谁的关系？没有啊，没有那些东西，那个剧本给到我是啥，我就演啥。我没有这个资格加戏，啊！有朋友说好凶哦，急眼了，不是，我觉得这玩意儿没完没了了，你这男，没完没了了，我就演了个男二，我这个配角，我能有多少戏？啊，别盯着我了，我就是个配角，我都没几句词儿，我在里边，我词儿都很少，我词儿都是那种就是服务功能性、服务性的词儿。有些角色是什么呢？有些角色是属于功能性角色。什么叫功能性角色呢？朋友们，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因为在剧本里，就是演员很不喜，就是当然这个骆明熙不是功能性角色啊，但是他有一部分有这个需要他在剧里的一些功能，比如什么叫功能性的角色呢？比如说你们看没看过一些电视剧当中，这个主角说。根据这个案发现场，我确定凶手就是那个人。主角说了一句话啊，这主角的台词，我根据案发现场所有的线索，我推断出凶手就是那个，随便说一个姓，刘某。凶手就是那个刘某。这个时候功能性人物出现了，也就是配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一块从小一块长大，他怎么可能是凶手？他不可能做出这件事儿。男主又来了，但是根据现场所有的线索，就指向这个人，我的推断是不会错的。这个功能性这个人又来了，那他为什么会杀人？主角又开始了，因为这个人欠他钱，所以导致他当时怀恨在心，于是报复，当场有杀人动机。然后这个配角又来了，那他的作案时间呢？他的作案时间根据我的推断，根据尸体腐烂的程度，一定是5个小时之前做出这件事儿。然后这个配角又来了，那凶器呢？凶器根据我的推断，从这个路，从东庄到西庄这条路上不出5公里，他一定根据这个凶手的一个心理范围，他一定会把这个凶器扔到经过的那条河里边。这个配角又来了，我不信，我现在就带人去捞。哎，这叫功能性人物，就他说的每一句话你好像听得在理，但是都是废话，
都是为了铺垫，让这个主角把下一句话说出来的一个人物存在的一个必要。就是我们比如说很多戏，你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人，说出现一个凶手，包括观众，包括里边主角都在里边说那个这个人就是凶手，总会有个人站出来，不，他绝对不是，他不可能是，那他为什么会杀人，你告诉我。你说这些词儿，你说比如说作为演员本人，他不知道那个人是凶手吗？他肯定知道啊，他看过剧本啊，而且他也首先他作为一个人，他也不是傻子，根据所有他们一路走到今天，他也知道这个人有作案动机，也知道他可能是凶手，但在那一刻就要说他绝对不相信，他这个绝对不相信从哪来的不重要，但就是绝对不相信。咱主打一个就是不相信，主打一个啊，主打一个不相信，就是所以说现在就是有些角色配角他有功能性就在这儿嘛，嗯，所以说我在《安乐传》里边只演了一个配角，朋友们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别盯着我了，谢谢你们了啊。就200来场戏都没几句词儿，有一些场次就是出来就是作为一个就是线索的一个说明人，有些剧情我的出现就是怕观众看不懂，我再给复述一遍他到底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我相信他此举一定有他的道理，他这一次是用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利用别人的信任解决了这个麻烦。我基本我很多是这种，就是帮你们，就是怕有些人看不懂啊，我是这个功能的，所以说你们也别盯着我一个男儿盯着了，谢谢各位，拜托了啊。我在那部剧里也是主打一个陪伴啊，主打一个陪伴，就陪着这个所有的演员成长，陪着他们就是经历他们的祖先啊。哦我说后面是宁远洲照片吗？啊，那个好像是啊。啊嗯，是他们给我那个我们那个化妆小丽姐给我画的，嗯，画了一个宁远洲。主打一个陪伴。想看看，你啥都想看。化妆姐姐小丽姐就画了一个，而且在这个在晚上的时候，天一黑往上一打灯的时候，它是反光的，它会有亮亮亮的感觉，很好的。画了一部戏送给我的，特别感谢啊，特别有意义，就摆在那儿，嗯。我此时此刻就是一个举画的工具人。
在场你们这些主角们说，来来人，我要看看画。这个是我是各位大人，您瞧着还满意吗？关灯看看，在我直播间看我直播让我关灯，灯就不关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关灯。别闹了啊，我们这样，我那个。等会儿你们别说话，你们先别说话。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隔壁真打起来了。我现在我去看一眼啊，千万别出什么事儿，我去走一眼。接下来给你们放个 VCR 啊，给你们放个 VCR， 但是我那个电脑我之前会下载，但是加一等于二，你说我太厉害了，你就是比较朋友们这样子，我给你等一下。朋友们这样子，我给你们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歌好不好，就这个歌一唱现场瞬间被我点燃。赶紧奔走相告一下，刘宇宁开直播了，鸭肠鸭脖鸭舌鸭爪鸭锅嘎就点上了。追星这一块讲究的就是一个离不开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时时刻刻每每天天都会看到我，无法注视我的脸。元气局开大一点，咋了妹子，走了快点，唱两个点，聊三个点，我不相信你一顿饭能吃四个点，啥也不讲，啥也不说，大眼瞪小眼。兄弟们朋友们家人们哥们儿姐们儿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都冷静一点，冷静冷静一点。哇哇，就这个人感觉是个病态，做出去就很奇怪。我去你的什么娃娃菜，来来把价格先凹出来，帮你点一份外卖。哼，我网速比你快，我的粉丝会觉得我可爱，希望点一个乞丐，哪怕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你说我太厉害了，你就是个天才，别人无法替代。有朋友说怎么又在直播，哎，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你现在知识还这么匮乏吗？你要不想学，你不想学你出去，你没听过这句话吗？那我是能卷死我身边的人，我就卷死他。哈哈哈哈首先呢，我怀疑你是想暗算我、吓唬我，要过来埋伏我。我就感觉这些人不是我粉丝，我感觉这帮人在耍我、调戏我。那个血压咣咣的给我气的，给我这得尬死我，这得尬死我。这个英文名叫做 PD， 我怕影响各位休息，但是让你觉得无比的逼气。有朋友能看到你的16块腹肌，好刺激！你这不叫直播，你是给家人们的福利，而且在这坐着跟你俩唠。你说有几个人能做到？本故事全靠编造，情绪气氛最重要。咱不像人家几个小时过去啥玩意儿。你脑袋接受不到，知道知道，好嘞好嘞，可以可以，明白明白，对对对对，懂懂懂懂，好好好好，是是是是，啊行，我先挂了，我这不行，我那朋友等不及了，你家洗衣液没了，你上我家倒点啊，家里没大米，家里没鸡蛋了，到刘宇宁直播间来领豆油来了，你到菜市场买菜呢？我这是超市吗？跟你俩屁
拼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明星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也犯不上吧。我一开门我就说，你们找谁啊？进来吧。咱们也没那么熟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叫我的小名。一跃龙门，勇猛过人，生龙活虎，穿搭博主，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万里挑一，人见人爱，上天入地无所不等，流连忘返，晕药粮，行三积月，功德无量的何曾兄弟刘玉明儿。一键三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玉明。甩手啊，好了，怎么样？啊，没打起来。隔壁在那看那个什么呢？看那个《春闺梦里人》呢。今天不是那个《春闺梦里人》那个剧上映吗？我在里边唱了一首歌啊。可以去看看这个剧啊，可以看看这个剧，因为今天刚上。然后呢，可以去看看。然后这个我唱那个片段呢，就是我唱那个片段应该比较虐，我也想尝试一下，就是虐的情节是什么。董红说你是懂宣传的，那不然呢？咱们这块性价比体现在哪儿呢？啊，是不是？咱们就是讲就是一个性价比啊。这歌叫《长相诺》，然后那个剧叫做《春闺梦里人》，也挺好的，里边有我挺多比较熟悉的朋友在里边演的，然后朋友们要没事的话可以看看这部剧啊。啊，有朋友说是的，就是里边很多朋友演的啊，有很多那个很多熟悉的朋友，比如像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是认识一下很容易啊。这个行业因为在这个行业混的这些演员也好啊，歌手也好，就是想认识一下很容易，就是不经意就认识了。嗯，因为丁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总是会有一些朋友的朋友啊，比如说丁禹兮。是吧，你好像表面上你宁哥跟他没有什么交际，但是他是跟超越拍了七世吉祥啊。但我跟超越是朋友啊，对吧？然后呢就赶上又录节目，然后就是那天晚上，就是当时晚上有一个我们吃饭，然后就他也来了嘛，我也去了嘛，不是他也来我也去了，然后就一块吃个饭嘛，就是这不就认识了吗？认识彭小冉吗？也认识啊。这个行业就是说小是太小了啊，就是你想认识都很容易认识啊，对吧？认识，因为一直有一天晚上我跟那个也是拍一部戏的时候，跟一些朋友吃饭，然后呢，那个彭小冉跟那些演员是朋友，然后也一块吃个饭啊，就吃饭就也认识了嘛，那就是都朋友。啊，这个都朋友啊，就是也认识啊。包括那个什么《春闺梦里人》，应该是何昶希也演了是吧？你说巧不巧？我跟何昶希也认识。啊，你说《春闺梦里人》还有一位老朋友叫易大千，你们应该都认识吧？你说这圈子巧不巧？易大千，我们一块录节目的啊，我跟大千也认识。嗯，然后你说就是都认识。就是这个，你想认识的话，就总有机会说能认识到。啊，但是还有个前提是，
因为我做这个演员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做歌手这个行业也好，我做的时间比较短，不像比如说我现在合作的一些演员，人在那个行业都混十几年了，那认识的这个人不是海海的吗？对吧？人混出道早的，我才出道几年，我音乐圈也没认识几个人，然后呢，影视圈认识人也有限，因为基本上都是合作过了才会认识嘛，啊。有朋友说我热搜49了，话题是刘宇宁丑吗？热搜49里边是刘宇宁丑爆了，是这个话题吗？不是吧？应该不会啊。啊，曾舜晞啊，曾舜晞认识啊，很好朋友啊，对啊，挺好的都。前两天我早上吃饭呢，啊，没给面子。也不是啊，啊，你说我不能拿朋友开玩笑，有的时候开开玩笑什么的，很多朋友就当真了，真以为我在这嘲讽人家或怎么样的。是因为那个曾舜晞马上从横店转场了，他马上从横店他要转场去别的城市去拍了。我现在临走，他不是马上要走了，离开横店了吗？我在横店，然后呢，我就心想说，我说那个啥，我说那你马上走了，咱俩下次不知道啥时候见，我说吃个饭吧，出来。他说好，他收工了找我。然后呢，我收工比较早，我9点多收的，我就寻思，那我9点半收的，我回去洗把脸，敷个面膜，我10点钟左右，我们出去哪怕吃个饭唠会儿嗑也行，啊，结果人家十点一收，他收的那天收的比较晚，他结果他最后将近11点才收，后来就没吃成嘛。太晚了啊，太晚了，所以那也没办没事儿啊，没事儿，回头有机会约的都挺好的都。好嘞好嘞，尽量我直播以后不提别的艺人，尽量不提。好嘞好嘞好嘞，那行，知道了啊，这确实是这个没事啊，无所谓了，我们处我们的就完事了，朋友挺好的都，嗯。有朋友提一下戴米。Demi come here。 那我家我跟小狗现在讲英文。 Demi come here please come here please， 还得加个 please。 拜爷浪来，拜爷浪来，蹭蹭你热度，给大家打个招呼，说两句话，来 ，say something。 哦，来，白眼浪小姐。来根肠。有朋友说 Demi 今天有点潦草，还行。
最近咱那块没做什么医美，所以有些许的潦草，没做保养什么的，有机会吧。因为最近 Demi 没什么通告啊，他最近都跟我混，接通告再说吧。今天有点忧郁，也不是忧郁，刚才人睡觉了，被我叫醒了，也挺好的，忙活一天，给我出工一天。我早上几点出工，他跟我几点出门，我几点收工，跟我几点收工。说一遍啊，就是说春闺梦里人没事去看看啊，包括聪子。包括这个星若凝成糖。啊，还有那个什么。这个脑袋呀，我再看一眼。九霄还夜暖，这几个剧都不错啊，都不错。有朋友说从此播完了，那你是有钱，你属于就是那种富二代，你是 VIP， 不是 VIP 应该是还没有完结吧，是吧？还有电影这个望道都去支持一下啊。美镜下的大明也好看，我看了，我那个戏我还真看了一下，我得看看现在人家拍的都是什么东西嘛，然后也看看其他演员老师的表演，学习一下嘛。这个东西就是你得多接触这个行业里的东西嘛，所以看了一下，挺好的。那个显微镜下的大明也挺好看的啊，但是我都没有时间说看完整的，我看了一点，然后那个。等我打什么时候休假的时候，我都给他看完的。谁演的？什么谁演的？你说显微镜啊？那不那个谁，张若昀演的吗？我看了啊，我是看了，而且我唱 OST 的时候，我都会做一定的功课，我得知道，我首先知道演员是谁，第二是那个不是演员是谁，首先是知道这个剧情大概讲个什么事儿，啊，大概都得看看他讲个啥事儿，然后呢，我才去唱这个 OST， 有一个就是多一层理解嘛。最近有很多朋友想出去玩啊，想出门玩是吧？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出门玩的时候，因为这是你们的自由，我也说干扰不了啥东西，反正你们出门玩，我就是作为一个你们的一个大哥，我就是叮嘱两句。出门啊，就是千万别跟人撕吧啊，跟任何一家粉丝也不要撕吧起来啊，好不好？咱们就讲究一个以德服人，啊，别跟人撕吧，千万别，一定就是大气一点，好不好？咱们家相对来说都是，就是成熟的这些姐姐们比较多一些，所以你们也带这些成熟一点，啊，也别跟人撕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出门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也不要互相借钱。然后有很多朋友说一块拼房住。说比如像看我演唱会的朋友，很多朋友说是从外地来的，俩粉丝比较熟，俩人拼房住，这我觉得是 OK 的，这是你们自己的一个方式。但是俩人住一个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管自己的贵重物品，比如说什么银行卡、钱包、手机什么放枕头底下啊，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咱不是说怕有坏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没什么可说的，好不好？
一定说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啊，然后呢也不允许借钱。有朋友跟你们说彼此说你俩关系就熟了，说借我这个三头二百的，你也不许啊，不允许借钱啊，这是最重要的啊，不允许咱粉丝之间不允许有金钱交易、金钱往来，这是维系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就这几点也没什么，就出门你们注意安全啊，开开心心出门玩，安安全全回家去。有朋友说可以跟你借钱吗？当然可以啊，不借。这个回答你满意吗？显得又大气又理性啊，可以给我借钱，但是不借。不太满意。有朋友说不太满意，所以就说明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每一件事都让你满意，他这个世界永远他不可能让你满意的，所以只能说什么呢？自我调节。哎，很多人说我丑，我也不满意呢，但问题是我自我调节。啊，所以就是你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啊，不满意是你的问题。马拉松你会去吗？我就不去了。啊，咱这块宁哥这块主打一个就是一个虚弱。马拉松这种就是我得需要长期就前期有一些准备，比如说训练一段时间才能去跑，上来跑容易给自己跑死。我就不跑了啊，我就是好好拍戏吧啊。你们想去跑的，你们去跑吧。当然注意安全啊。为什么宁哥开始自称大哥了？也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称呼，就是一个口头禅啊。大哥，我今天怎么，就是也没有什么我要当大哥，没有那意思。就跟粉丝聊天比较的放松嘛，啊，比较放松，就是一个称呼而已。你也可以管我叫小弟，在下就是个弟弟啊，照顾一下我。但是我自称弟弟这件事有点就是老弟。有点就是装嫩了，有点。行了，跟大家差不多啊，别再跟他赖唧唧的啊。好，来，最后打个招呼啊，拜拜啊，拜拜拜拜拜拜，好，走，去你的。拿根肠给他啊。常说给就给，嗯，我们家小狗家庭条件好，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那这个小狗出生在我家，我就让它当富二代。我的梦想就是让我的狗当富二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狗粮咱一买就是好吃的。
就是属于就自己淋过雨就想为别的狗撑伞，讲究的就是一个传承心态。有朋友说想去你家当狗，没必要啊，没必要，老妹儿，好不好？咱别就是这么玩，这么尺度这么大的，啊，别给我在我们家这个这么知性的一个氛围当中，给我引起这么一个风气来，别闹啊，不要再闹，我不开玩笑，不要有这种恶俗的想法。For my broken all the people Once saw the flame Yeah, scream my name Damn, and I'm so sick of love songs 有朋友说困得不行了，我得去睡觉了，去吧啊！以后这种朋友们是这样，咱们以后有个默契，在我现场的粉丝或者看我直播的朋友，你们要是困了你就直接去睡，你不要跟我说好不好？如果你就特别想，就是你讲究一个礼貌，讲究一个就是尊重，你想尊重宁哥，说我要是睡觉了，我得告诉宁哥一声，我告诉宁哥退了。你想，你去微博给我留言，但不要在我直播间把这句话给我打出来，因为就是我会感觉我的直播很无聊，跟你说困了，我会瞬间就是那个心情荡到低谷。啊，你不能这样，你就是比如说你说困了，你给我微博留言，也体现了你的礼貌啊，这样子你也就是我也收到这个信息了，我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啊，好不好？咱主打的就是一个积极性。이젠밤비가내려와는때도와젖은기억을되디쳐겠나넌시대사수있다고다짐을받아워쩔수없다고못하는술도마시고속타는마음밤새채워봐도시도너는하루는기도비도제발이렇게해달라줘너무내게모습이보이지않나有没有宁哥拍那个古装戏还能保住你的发际线吗？能保住啊。保不住尽量保呗。有朋友说宁哥一晚上你主打了不少东西，咱们就每一个人家专辑就一首主打歌，咱们每今天晚上直播每一个话题都是主打。有朋友说宁哥古装戏对你的发际线影响大吗？我你看我直播现在直播天天戴假发，你不明白什么事吗？当然跟这没关系啊，你千万别明白了些什么啊。有朋友主打一个陪伴，你错了，咱家是主打一个主打，主打一个主打，什么都是主打。有可以唱歌，我今天还真想唱歌，但是我今天嗓子特别疲惫啊。我刚试开始开刚开直播的时候，我试了一下，我今天给最近几首 OST 都给唱一唱，结果现在嗓子状态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就不唱了吧啊，别影响人剧有效播出。咱家主打一个发际线啊，主打是啥？不唱了，我就去睡觉了，去吧去吧去吧。看来特别热爱我的音乐，就听不到我的音乐就感觉就是犯困。去吧休息休息啊，我再播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唠会儿嗑，我就差不多了。
我一会儿卸个妆，看看明天的戏，然后就差不多了。你明天应该是拍我的开场戏，就出场戏，所以今天晚上就硬憋着自己没吃饭呢，就明天能上镜瘦一点。主打的就是一个让自己瘦一点。因为拍戏是这样的，朋友们，演员都会有这么一个心态啊，但是大部分演员啊，不是说绝对的，就是刚开机的时候很少会拍，就是那种就是在剧里，比如说40集连续剧，很少刚开机会拍第一集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演员第一次还没进入角色呢，第二还没找到状态呢，第三呢，你的这个工作，这个因为刚刚投入工作，有一些不适应嘛，所以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期。基本上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到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是这个演员状态最好的时候，因为再往后拍一拍，可能就会有些些许的疲惫了。基本上剧组的安排都是这样的，到了演员拍摄一个半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拍一集、二集、三集的戏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我现在肯定比我刚进组的时候瘦了一些，然后呢，我现在这个稍微瘦一点，拍前期的时候呢，就是拍一集、二集、三集。拍完之后呢，就是可能比中间的做，比如说10集左右的，在镜头里好看一些。但是观众是有包容性的，观众只要是在前几集他认定了你这个角色啊，或者是相信了你这个角色，或者是喜欢上了你这个角色，你后面就再丑一点他也能容忍。但你上来就直接给人一个猪头闷的，他也崩溃。啊，是这样的，你上来一个第一个特写是个猪头闷的，很多朋友就直接劝退了，所以是这样子。现在就是我就拍戏的过程当中也掌握了一些小小的这个秘诀。如果你人生小啊，这样呢，这样大没大一点，这样呢大了吧。猪头什么？猪头闷的，闷的。有朋友主打一个拿捏观众，那也没有了，观众是无法拿捏的，我观众是应该就是尊重的，不要想那个拿捏观众。有朋友说什么叫猪头，什么叫猪头闷的，它是个形容词，猪头闷的，就是你就是你可能是过年吃没吃过那个猪头肉，猪头肉吃过吗？去菜市场买那种卤好的那种猪头肉啊，那个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你看到就是卤好的那种猪头就叫猪头闷的，对，当然也是个形容词了啊，就想形容这个人的肥头大耳的啊。没吃过，没吃过也没什么必要要吃。天涯路远谁人了解，小朋友说你已经很瘦了，但是上镜是不一样的，就是演员包括很多演员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身上有点肉，比如说壮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很多演员很壮啊，很壮，然后呢但是在镜头里呢就会显得有些憨，这个人就不精神。你虽然就是现实当中你看身形是正好的，比如说也很壮啊，也很匀称，但是你到镜头里他是
他是感觉这个人有点憨，特别憨啊，就感觉身上是鼓鼓包包，没有那种腰线呐、啊，然后后背的轮廓没，就是没有那种的，就是感觉是一面的那种的，就是在镜头里是不好看的。这个你们真的是，这是我被人骂了这么长时间丑提炼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们不会比我更懂这个东西啊。我已经相对来说就是已经很瘦了，我真的我一米八九大个哦，你这个体重已经很瘦了，但是上镜的时候，你只要你状态不好，只要比如说你今天没休息好，脸垮，眼睛底下黑眼圈重，眼袋突出，你在镜头里给你捕捉的一清二楚，因为现在这个镜头都4K 高清了，怼着你脸拍，状态非常重要啊、哦，所以这真的是你毛孔里给你拍。毛孔里螨虫都给你撸起来，啊，螨虫都给你撸起来，都给你。所以呢，而且是这样的，朋友们，我们不是像拍广告，拍戏这个东西真不像拍广告，说我只要保持好状态一天就行，拍戏是120天工作日，也就是。4个月，也就是你想想4个月你每天都在开工，你怎么可能每天状态都非常好，不可能啊！再好的人，再帅气的人，就是再好看的人，他也不可能120天没有一天状态不好的时候，不可能的，所以总有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只能保证自己维持在一个均衡的一个好状态当中。我以前不管，我以前拍戏从来不想这些东西，我当时就是卯了心的，我说我当演员，演员就不要在乎这些形象上的东西，不重要。演员最重要的是，就是要这个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灵魂。要想想他此时此刻说这句话为什么要说，他说这句话内心有多少句潜台词。我觉得演员更多是要思考这些东西，但现在好像看起来就是，也不单单是这些东西。不单单，我以前真的不考虑说颜值，比如说，包括我拍《说英雄》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说。说哪天我妆不满意了，没有，你给我找人去化妆，说化妆老师给我化成啥样，我啥样去。现场的时候，比如说现场，我这个人比较这个脸比较爱出油，然后拍一镜头的时候，拍完就比如说一拍特写的时候，那个化妆老师就过来说，哎，宁哥，我给你补妆，我给你吸吸油。我当时在那就是不用，你别给我吸油。你别这别吸，别这不用，这不用，别给我吸油。那个我觉得就是江湖的人，就是脸上就应该这个油光正面的。咱主打的就是一个质感，你别给我吸油，你别弄。他说那你眼妆都已经花了，没事，花就是这样真实感。要的这个真实感，咱就是这样式，没事，不用管。那你这个后面头套都要开了啊，头套开了摘一摘。咱脸上妆真没必要，我们属于江湖人士，我们前天打打杀杀的，还给你脸画那么好看吗？没必要啊！你感觉就能看出来是刘以宁就行。我以前都这样式儿，我说实话，真的，每次一到特写，然后那个什么，一到特写，我就化妆老师过来给我补妆，我说不用补，别补，不真不真别补，你真实一点，主打一个真实。我是演员，我不是说 idol， 我来这个给你比美来了，我不是，我就感觉这个此时此刻的我就应该憔悴一点，就应该颓废一点，更像这个人物，或者更像一个在江湖飘零的一个惨淡的人生的一个人。我当时可能有这一层的思考，但现实打了我的脸。我以前真是这样的，我真是这样，我宁愿给自己弄得越脏越好，包括像拍那个牢房的戏，我就是你给我弄脏。你一定要给我弄脏，不要顾及我的颜值，因为我是演员，我考虑的不是说在这个镜头前我好不好看，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我不是说自己夸自己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正道，但目前看，对于我来说也非是一个正道，我还是说两者可以兼顾一下，不，现在你看我心态就不一样了。现在是这样的，以前拍戏是人家给你补妆，我说别补，真别补，别，我刚投入角色，我在那磨词呢，我脑袋里都是一会儿的情绪，你这样子，你给我补妆，容易打断我的一个情绪。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一站到镜头前，我直接找化妆老师在那儿，在那儿，我就哎，给我吸吸油，
过西西游，过一周补一补。怎么样？今天法令纹重不重？不重啊，不重也给我压一压。哎，我今天这个眼睛肿不肿？肿吗？不肿啊，那就行。哎，今天我这个下颌线这个地方，就镜头里看清不清晰？镜头里这个下颌线是有的吗？还是说就是和脖子连成一片了？哦，今天还算清晰是吧？那你的意思是昨天不清晰是吗？也不是昨天，就是没有今天清晰。哦，好，行。哎，咱俩说了这么多，再给我吸吸油，快，再给我吸一下，弄弄，给我压压眼皮，给我压压。哎，人中，哎，人中，哎，人中，哎，下巴，下巴，下巴，额头这地方，额头这地方。啊，就颧骨，颧骨，颧骨压压，颧骨压压。哎，好嘞，来。现在拍戏和以前拍戏完全心态不一样了，对待这个妆容这块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啊，真的是，哦，比如说以前什么呢？拍拍戏，这个妆呢，因为他拍一天呢，一天十几个小时，妆也挂不住，他再什么他挂不住，然后呢，到了晚上时候就已经脱妆了，脸上就斑斑点点的，斑驳了都已经，然后呢，也不管。现在呢，幸亏我那个跟妆那个老师就跟我比较熟，因为上部戏《一念关山》就他跟着我妆，这部戏又是他跟我跟妆啊，就是同一个化妆组嘛。然后呢，他就说：“宁哥，你这个今天下午你这个脸稍微有一点瑕疵了，这样事儿，一会儿你吃饭的时候我给你推个底。”哎，我用这个乳液给你这个底推下去，再重新给你上一遍底。你晚上一上镜就是牛奶皮肤，你晚上一上镜，你现在是这样子，你现在我现在给你推个底，晚上那几场戏一拍，你就是牛奶皮肤。而且那个化妆那个小朋友特别可爱，他说：“宁哥，你的牛奶皮肤我来为你守护。”啊，放心，宁哥，你的牛奶皮肤这部戏我来为你守护。我也很开心啊，也很开心。烟过花惹了白，月下举杯敬沧海，踏青苔招来寒雨东风外。很可爱，很可爱。主打一个牛奶皮肤啊。帕萨老师加鸡腿是挺好的啊，所以就是现在就拍戏和以前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啊，现在就是还是得稍稍微微注重一下。以前我是拍完我从来不看回放的，因为什么呢？不是说我不认真，是我不敢看自己。因为我见过很多演员都跟我一个状态，就是不敢看镜头里的自己。就比如说现场不拍嘛，拍完之后他有回放，导演也会看，或者是摄影师也会看有没有穿帮啊，或者是刚才拍的哪地方不行再拍啊。以前我是从来不看回放的，也不是说从来不看，很少看，但最近我没事就想看一看。没事就想看一看。我看的点不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就是看看刚才那个镜头死不死亡。比如说在这儿怼了个镜头，在这个地方怼了个镜头，那怎么办？镜头在这儿拍的我的双下巴。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现在拍的戏呢，可能我们俩身高有一些这个落差，然后呢如果在这儿拍，在这儿如果在我正前方有一个机器这样拍我，打个比方这样拍我，那我看他的眼神是这样的，往下看的，就是他会这个镜头会拍不到我的眼睛的，就是眼睛是这种一直感觉就是眯着个眼儿，
就好像跟人说话都眯那个眼儿也不太好，所以这个镜头一定要在下面，在这儿拍啊，在这儿往上拍，所以就正好能看到我这个眼睛往下看的这个角度，所以有的时候机位就会架到很死亡的角度，架到这儿，架到这个地方，所以导致有的时候我就会看回放，我说看到那角度死不死亡，死亡 小角度是谁？因为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你们也平时也自拍，你也知道，从上面俯拍是最帅的嘛，因为你显得瘦嘛。但从下往上拍，就是我没见过几个人能扛得住啊。我见过演员，还真有长得特别好看的，是那种能扛住的。但是我没见过，就是很少，反正我扛不住。啊，咱们要主打一个死亡角度。有朋友说：“宁哥，宁哥，你360度无死角。”好的，你就用这个谎言继续欺骗你自己，这样你会永远成为我的粉丝，而且是铁粉。你是那2464个粉丝之一，跟我一路走下去，好不好？你永远用这个谎言骗你自己。我属于360度都是死角，哪拍瞅哪，拍后脑勺都平。我告诉你，都哪都不行啊。所以到时候啊，等这个剧上了，就是你们千万不要认为你宁哥没有注重自己的这个外表，我已经开始注重了，但如果出来还是丑，那就是我底子太差了。我现在能在剧组做到对我自己要求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已经做到最高了，没有再高的要求了啊。我都已经牛奶皮肤了，对不对？你们看我以前拍戏什么时候抹过唇膏啊？你们我以前拍的几部戏也有路透，你们见刘宇宁这个演员什么时候在现场抹过唇膏？我现在天天就是现场就纪梵希这个小唇膏就一直抹，不是因为我合作了，我就当时就说好像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合作了，我要多用这个品牌，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好用啊。我现在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嘴唇啊，咱这个嘴唇好像是什么事呢？我当时我那天看到朋友有一个我，因为我有咱家一些粉丝群嘛，就是网上是这样的。我当时看了一个图，好像把9个男艺人的嘴唇拿出来投票。哎，我当时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个就是投票，我也不知道是哪的，反正一个图片嘛，把当下9个男艺人嘴唇单独截出来做了一个投票，说哪个嘴唇最好看啊。很幸运，我在那个9个男艺人之一。最后投票结果呢，不谦虚的说我最高。当然不是因为我最好看，因为那张照片选的好啊，那张照片选的好，也就是那个照片那个唇形选的好，最后投票确实是我最高。我这个我咱没有扒瞎，你们也可以去弄啊。但当答案揭晓知道是刘宇宁之后，他们反悔了。他们说刘宇宁很丑啊，刘宇宁是很丑的，但是单看这个嘴唇好像还行。所以呢，我也要呵护我，就是我的化妆老师呵护我的牛奶皮肤，我自己从主观上也得呵护我的心形嘴。就当那个投票结果发现那个投票最高那个是我的嘴型之后，很多人疯了，他们不相信，不可能，刘宇宁很丑的，这不可能，我投错了。
啊，咱们家主打一个就是牛奶皮肤心形嘴。但是朋友们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我这张脸要怎么给，就是其他的，你说实话，我这个嘴长得还行。虽然刚才我刚开播的时候，有人说刘宇宁你嘴都秃了，你看记了两个多小时的头，那我多记头。我现在就是从长相上来说，我觉得哪个地方最拉我的这个颜值啊，其实是眼睛。啊，我鼻子其实长得还行，我这个整张脸靠鼻子撑的，这个我自己心里有数的。我嘴也就还行啊，你说丑吧，肯定嘴不至于丑。啊，鼻子其实就是眉毛嘛，眉毛我眉毛挺重挺浓的，我这个眉毛要不修我就是蜡笔小新，我现在这是用那个眉刀修的啊，我要眉毛不修的话，我眉毛就是蜡笔小新特别浓。然后呢，我唯一是哪地方说差一点是眼睛啊，这个咱不没有说必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也看拍戏嘛，我上部戏一念关山，我们六道堂嘛，六道堂我是宁头，剩下四个小子是那个我的这个我们这个一个堂的，我是带着这四个兄弟，我们一路闯荡江湖，一路去执行任务。然后呢，有一个画面是啥呢，就是我们五个人在一排，我们五个人有一个画面是我们五个人在一排目视前方，就对未来有一个向往，或者对将来的任务有一个坚定的一个眼神。然后他那个镜头是五个人在一排嘛，从一个人摇，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到第五个人是我，直接就是那个眼睛，不是，就是一道缝。你单独给我放一个画面里是没问题的，但是从一个人摇，这个人大眼睛，大眼睛，大眼睛，一道缝，特别明显。特别明显，就是眼睛这个比例跟人只要一对比同框，你就知道眼睛是真的小。但你单独看感觉还行，啊，所以这个眼睛真的是有点要命。我说宁哥，你在审美上被人 PUA 了。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网上很多黑我的那些人，他们黑我的话题和言论，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我想让他们那么说的？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他们说的话，其实是我想让他们这么说的。不好意思，刚才就是一瞬间进入角色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咱们家主打一个腹黑，哥，你这玩意儿有点变态了，你别学我说话。很多东西要这个逆向思维，主打一个黑话，
说这么一句话，我估计黑粉都得想半天。黑我那些朋友就是孜孜不倦黑我那帮朋友，他得想半天。可恶，又被我撞到了。有朋友说，有朋友说，难道宁哥你是花钱叫人黑自己？我都有病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我？你就是你有点日子呢。我是有病，我好像是变态，我真是纯变态。我花钱雇人黑我自己，我也不需要走什么黑红路线。我活不少啊，我不是没活干，我需要去炒炒热度啥的，不需要啊。有朋友说开始推理吧，第二季你去吗？嗯，没叫我，没叫我我就去不了了。我没像郭麒麟那么聪明，直接把第二季合同签了。他的惩罚是签了第二季，没叫我就那我咋去啊？不去了吧。要录了吗？没录吧，没有，有第二集吗？咱们家主打一个可爱。没有啊，没有第二集，没有吧？啊，应该是没有。你是真人吗？如果你是真人，你就手握话筒。对不起，我是个 AI。现在我就是那个，就是现在就是，啊，手握话筒，说明我是在直播是吧？不是假人。双手握。我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你。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啊，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然后呢，没事的话可以看看我直播，然后关注一下我，谢谢各位了。要下播了吧？没有呢。等会儿下啊，等会儿下，能换个发型吗？今天就不换了吧，今天就这一个造型挺好的，我最多给你换个眼镜吧。换个颜色。哎，黄亮老师，我脸油不油？来，赶紧给我洗洗油。哦，好。现在都直播都非常注意脸上有没有油，却难解。
刘峰，你眼镜真多，也不算多了，再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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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这还有。烟过花，惹了白，月下举杯敬沧海。踏青苔，招来。咱家主打一个批发。主打一个批发。没有啊，我有时候直播的时候，有时候换换眼镜啥的，就是因为我很多朋友看我直播看的比较久了，你想想人已经换不了了，造型得换一换吧，对吧？今天他们说那个工作人员说你今天那个老板别戴帽子了，你前一阵直播总戴个帽子，我说那今天咱们就主打一个不戴帽子，所以今天直播就没戴帽子嘛，因为正常平时都戴个小兜帽，然后给你们播，今天就是让你们换换口味，今天还把西装找出来穿上了呢，多么的重视这场直播，是不是？多么的重视。刘峰为啥要戴假发呀？我这是自己的头发，看不出来吗？没有了，因为我每天穿古装嘛，穿古装衣服，然后都要那个粘那个头套。粘头套呢，就是他，你想，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说戴过假发啊？其实头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假发，因为它是把这个梳的特别贴头皮，然后呢这一圈粘上胶，把后面也粘上胶，然后把自己的头发包在那个头套里边去拍戏嘛。压了一天，里边就是特别的扁，就都贴在头皮上。然后如果我想要造个型，说我洗个头。洗个头，然后说给头发洗一下，再造个型。一前一后时间太长了，我光洗头你就得洗澡吧，你就得洗澡，洗的过程当中你就得卸妆吧，卸完妆之后这么丑怎么直播？又得化个妆吧，又得起码打个底吧。然后呢，你说打个底又得就比较麻烦，我就是回来就是因为我收工就比较晚了，我再忙活一顿，10点钟、11点钟再播上也犯不上，对吧？所以我考虑的就是，我就是弄个头套戴着吧，就是大家也看着不丑。你没看到热闹就完事儿了。你说美颜了还化妆？美颜不是像你想那么功能那么大，而且我是一个演员，我能开啥美颜啊？我说开美颜，我就最多开个磨皮，就开磨皮，也不开别的，就是看起来皮肤好一点，牛奶皮肤。但正常的眼妆什么还是得有，还得有的，眉毛还得稍微那个是弄一弄。我毕竟是得我经常得电视上出现的，我要开个那种太夸张的美颜有点夸张了。那天今天不是说微博之夜那个官宣了吗？当时我录了一个 ID 嘛，我说什么那个我们微博之夜见啊，我那个当时我一看那个视频，我直接就跟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说这视频修太狠了，这已经不是我了呀，你们修的是一个就是好像是我16岁都不长这么嫩啊。然后呢，我工作人员跟我说那个老板，我们没修，是你自己用美颜相机自己拍的，你美颜相机是你自己的参数，我们没动，我们没修过，就是你录完之后我们就发给微博了。我当时想啊，那是我自己就是有点装嫩了，因为我没有我因为是这样的，我自己的美颜参数嘛，我要拿那个工作人员就举的，就是他拿那个后置摄像头拍，我不知道拍完
出来是啥样，你知道我是不知道啥样的，因为我就是我也不会说像那个自拍说看到自己长啥样，我没有，我就是直接我说开个美颜拍吧，拍完之后就给人微博了啊，微博就发出来了，我一看那不像我呀，当然也不怪人家，怪我自己，我的美颜参数调的太高了，感觉好像是16岁，我16岁都没这么嫩。咱们家主打一个美颜，什么都主打啊！主打一个牛奶皮肤，那也没有了，没有牛奶。只是那个化妆老师每天给我底打的比较好，嗯，就是打的比较润，然后看起来像是牛奶皮肤。主打一个磨皮100，什么鬼？有朋友说：“宁哥啊，怎么保持熬夜，然后还能很清醒？”我现在已经有点熬不动了。我以前是很能熬的，但是就是，最近真的觉得不太能熬了。我以前就是，你想想，我是常年，我以前常年在酒吧唱歌嘛，所以我是比较习惯于熬夜的一个人，但是突然今年开始就有点熬不动了，到9-10点开始困，9-10点开始困，啊，有时候晚上10点的时候就困得已经睁不开眼了，然后呢，现在还得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因为现场可能这场戏拍不到你，但你需要等，你要隔一场戏才有你啊，这场戏是拍女主。那我就在现场等着，怎么办呢？倒一觉，现场睡一觉，睡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啊，现在都开始玩这个套路，年龄大了，这得服老朋友们，真的是，很多朋友还劝我说别演古装戏了，别演这种古装戏了。你说我现在都这么大岁数，我现在不演，你知道我啥时候演？啊？劝我那帮朋友们，你说刘宇宁，你现在别演了，那我什么时候演？我45再演，我趁这几年还能说勉勉强强够一够的时候，我就多演点吧。你说当时我是45了，我再去演现在这种题材吗？赶紧抓现在的时刻，赶紧演吧。我说宁哥，有很多朋友也在私底下劝我说：“宁哥，你有机会去演那种正剧啊，你别老演这种现在这种古装戏，你演点正剧。首先是这样的，你宁哥这个世界不欠你的，这个世界不欠你宁哥的，也没有那么多剧本来找你，所以让你演正剧，演一个好就特别好的那种剧什么的，就是特别正的那种剧找到你，也不是说都等着你挑呢。”第一，没什么好的找我，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是想说，趁现在还能演点现在我在演的东西，就先演一演吧。你让我那个什么，你让我那个45岁再回去演六道堂堂主吗？啊，45岁再去演魏少，不太现实了。啊，你那个时候你是没法回头的，那个时候你这块的市场已经不需要你了，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可以想演啥演啥，演你能演的，就这么简单嘛，啊，就千万不要好高骛远，
觉得自己好像是拍了几年戏，就好像应该就是好像追求一些更就是所谓的更那个什么的一些更深刻的东西，但是我想的很明白啊，就在我这个当下的年龄，就做当下年龄该做的事儿啊，因为你想做的那些事儿，你可以在别的年龄做，但你到了那个年龄，你想做现在这个事儿，你做不了了，就是这样的。人在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儿啊，你们我觉得这个是最合适的。就是其实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圈里很多演员的选择啊，有很多人就是一看就是个学生，不是一看就学生，其实从他的有很多演员他的长相来说，他特别适合校园剧，他特别适合校园剧，有些就是年轻的小帅哥也好，小美女也好，就那些小朋友他们特别适合校园剧，他演我就相信那些人就那些就是我觉得他们演一个校园剧他就会抱一个校园剧的一个角色，但他从来不演，他看不上那个，想不明白啊。你看，就像现在的我想演校园剧，我已经演不了了。啊，前有个剧本找到我说让我演一就是演一段时间的大学生，但那个大学生呢只是说一小部分，特别小的一部分，我心里都一咯噔，你知道吗？你在你过了年龄你就想演那个东西你演不了了。我演个教导主任是可以的，或者演个体育老师，演个音乐老师，这种是可以的啊、嗯、但是你让我演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我自己有点吃不消。思念化成风，划破了长空，闯进我的梦。我说宁哥你演个留级生。而且我们班都是十七八岁，就是，但是我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留级生，那这个角色不好演呐，朋友们。首先，他为什么留级？为什么？因为学习不好嘛。学习不好为什么？两个可能，一个不爱学，第二是什么呢？弱智，智力跟不上，所以他一直在留学，对吧？咱先说这个弱智这一块的啊，咱先不说那个是不想升学的一个逻辑，弱智这块就又难演。我就是，你看我长得像弱智吗？倒也像，但我不想演弱智，这样可以吗？对吧？所以像这样，让我演一个弱智角色，我不想演。那第二个就是不想升学，不想升学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每天，比如说你打个比方，就像刚才我说的话题。全班同学40个学生，从第一个学生开始摇镜头，摇到你的脸上，你说多么的恐怖！一个个第一排的学生，第一和小朋友啊，青春洋溢的笑容，到你一张老脸，法令纹那么重，你从这个视觉上的角度，你就感觉是哪个家长跑进来偷听课了。聚散的正义，离合的定义，那未解之谜。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然后把我抛弃？有朋友说老年大学，哎，现在有什么就是那种校园题材的故事是讲述老年大学的故事吗？有吗？有这样的剧吗？而且大众特别喜欢看的，就是他们一宣传说我们这个戏是个校园剧，是个校园剧啊，朋友们，主打一个校园剧，然后一看是老年大学，有这样的剧吗？没有吧。我眼睛紧看不出我眼里的忧郁，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
我还没有缝补受伤的躯体，迫不及待问你，问你是否留下我的足迹。你说有家养老院的，就我朋友是这样的啊，我说我演不了校园题材的就是学生了，你不能直接说我演不了学生，你结果分到养老院那波了吧。我虽然今天顶了一头白发，咱没有这么伤人的，就是我刚说我说我这个人有对我自己内心，我说我演不了大学生，演不了学生了，你说行，那宁哥咱们那边有那个养老院那块题材的，杀我别用年龄刀。还来不及晚风带我去哪里，越过了隔壁还是深埋谷底，我有一个问题，问题哪里可以找到你。直接我说我不想演，演不了大学生，直接给我干退休了，对吧。这咱们就非黑即白，就怎么讲，做咱们主打一个极致。思念化成风，划破了长空，闯进我。各位新年快乐，感谢各位陪我一起跨了个年呢，今年是2023年，在这里呢也祝各位朋友们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你的火焰究竟看不出我眼里的犹豫，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我还没有缝入受伤的躯体，迫不及待找我的足迹，还来不及问风带我去哪里。感谢朋友们又陪我过了一年啊！我们家惯例就是直播过了12点就等于跨年。哎，新年新气象，好不好？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在这里摩登兄弟刘玉宁给您拜年了，我说背景好假啊，有点假啊，不好意思，下次好好弄一弄。你看你说啥都对，我都不跟你犟。又老一岁。行吧啊。我刚好明天早上几点起床啊，我看一眼。6:30化妆。我6:30化妆，刨去路上20分钟，也就是6:10得从家走。那6:10从家走，我从起床、洗脸到刷牙，到敷个面膜，15分钟左右，也就是6:10。5:50起床。对不起了各位，在下先走一步。
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那咱们下次直播不见不散。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没事可以过来跟我聊聊天哦。嗯，晚安各位。就算变成了你不怕的你，那未结局你